FBI 新人奖的提名有几多个？总共就是四女一男的。获得本届 IFPI 新人奖提名的有梅艳芳。心中天在，便是欠下你一世。鲍翠微。留在远处，身系脚。黄绮嘉。尽诉心中事，盼驱走李丽蕊。有星闪亮，亮照明风中的我。你过来啦。等音乐嗰个擂鼓擂完先至讲得。获得本届 IFPI 新人奖嘅就系梅艳芳小姐。请梅艳芳小姐。我自己会攞奖，不过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一出嚟咧就可以得到一间咁好嘅唱片公司，就系华星娱乐唱片有限公司，仲有一班咁好嘅老前辈，就系黄天先生啦、古嘉飞先生啦，仲有系阿黎小姐先生啊，或者系黎小姐先生，佢哋俾我好大嘅支持，仲有咧就系广大敬众俾我支持，我而家好惊，多谢你。獲獎